宠物有时那像幼囝，饮食顶面有真侪注意的事项，比如真侪鸟狗皆有黏糖不耐症，无细里食落去就会漏屎。肝这类的食物会造成肥起来，皮肤的痒，佮会缺钙等等。高糖高盐的食物会破坏肾脏功能。一寡高水清卡的甜点，其实拢是完全袂甜的。对鸡卵糕到每一个装饰，拢用天然的食材。不是奶油，它是芝士，就狗狗能吃的芝士。上面所有的插件就是那个羊奶做的饼干，纯手工插件。每一款龟苓膏拢用根据客人的要求来定制，改进多元个色彩，真有参谋感，然后宠物的餐食搁较丰富健康，然后狗啊猫啊的饲理搁较有仪式感，所以这款新兴职业也受到真侪宠物主人的喜欢。